大家好，我是家军阿姨。湛江海滨公园，这个公园是不收费的。从这儿走过去就是公园中心广场的平台，可以俯瞰公园全景。公园里有很长一段观海长廊，就在湖对岸排列整齐的椰子树那里。昨天我已经走过一圈了，傍晚的时候，今天我还想再走一圈。还不少。一个人不知道是在钓鱼还是在钓螃蟹，我看看有吃货吗？那么小的鱼，像手指头一样大，一大片椰子林，这离海南特别近。是我大南海，继续走。海滨公园大摩天轮，可以坐在上边看大海。从我第一次看到它就有这个想法。现在是上午10点，摩天轮没开，我想去坐，不知道它开不开。哎呀，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好了。您好，这摩天轮开吗？开呀。多少钱一张票？25。那个，现在就我一个人也能开呀、啊？哎呦，太好了！那我买张票。上边微信扫。哦，好的。哦，上边微信扫。哇，我一个人。整个这摩天轮就我一个人坐。太好玩了。我要坐着摩天轮看大海，我升上来了。走得很慢，越来越高。到最高处了。风一大，还有点晃。俯瞰公园广场，一点点降下来了。椰子树，啊，大椰子都黄了，正好。哦，马上就要到地面喽。刚才那个摩天轮坐的感觉真好，实现了我的一个愿望，太高兴了！谢谢收看，欢迎您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